早晨啊 Sir。 早晨，请问港铁站点去啊？全人员留意。不好意思，等等。黑业队有多名市民被刀伤同枪伤，现通缉两名持刀枪男子。有单大嘢，快啲执好啲嘢出发。港铁站喺嗰边，我上车。大家上好装备，随时 ready。多谢。我作为反恐特勤队嘅教官，就是、要训练出一班专业嘅队员，而其中一项重要嘅训练就是枪械使用。在我们执行反恐行动的时候，可能会遇到近距离的攻击，所以我们要擅长制服的技巧。去紧现场的同事留意，两名 suspect 挟持了一个女人质，有枪有斧头，大家小心。电台 CTRU 到场，我们用伤者做 medic。 Go go go！其实每次演习我们都很认真去处理，因为要测试和提升队员的应变能力。我们的队员除了要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、战术训练和枪械训练之外，我们亦会训练他的心理质素和专业的判断。因为我们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保护市民的生命安全，我们反恐特勤队随时准备好保护市民、守护香港。